一加六现场真机图赏，十分吸睛，颜值爆表。今天上午，一加官方正式发布了一加六旗舰手机，一加六搭载骁龙845旗舰级处理器 A630 图像处理器，最高 8GB 加 256GB 内存，存储强劲组合 6.8 英寸 19:9 全面屏，2000万加1600万像素，双 F1.7 大光圈， OIS 光学防抖加 EIS 电子防抖，双卡及全球 4G 加，全速面部加指纹识别等等。价格方面， 6GB 加 64GB 量子黑板3199元， 8GB 加 128GB 全配色3599元，8GB 加 256GB 墨眼黑3999元，新机将于5月22日10点开售。